SS 一般汤姆逊啊。 我100AK 100AK， 啊，你一般你哪个部位？哪个部位都有，哪个部位都有一般你。这丝毫看着不像个好人呀，这。 哎呦，四哥能不能出奇迹？哎呦，果然每次都是这个地方，我都服了，真好。怎么这么穷啊？ 终于有把像样一溜溜的枪呢。 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！瞄了不就被大家捡到了？我这不真是为你准备的。哼，你好细哦！我今天老在这捡到 M4， 不知道为啥这个地方没武器，只来这里，绝对有枪。要么这个厕所，要么这个炮楼，要么这个炮楼，总会有惊喜。 哦，我才发现我已经三夺三甲了呀！不要八倍啊！八倍来着干嘛？当望远镜吗？北村好像没有人上来，赶紧把 M 系捡了，三层楼一楼。车库有车吗？ 二位过来上车，快！我来找你们，等一下。快来！哎，我操！ 你怎么没血了呀，兄弟？是不是改掉头了，兄弟？满脑子都是坐飞机的场景。哎，坐飞机。昨天你们又抢到木乃伊了吗？那还得再想四号长什么样子。对对对。昨天那木乃伊又放了多少套呀？我刚上去，哎，我操！上了两个还是一个？ 人不多，反正。也知道，两个好像是。别忘了把我们还上，我操！上吧，真的蒙你们。我这边啊。人不多，人不多。好了。还有你，后面有你。 就他一个，很穷的。我上了一个的，没有，那是 bug。啊 ，bug 吗？嗯，bug。我听说好像上来过一个了。就听到一个声音。香啊，好香啊，这里。 Georgia。 就玩玩呗，哼，想屁山。四号，你怎么不开麦了呀，四号？我怕讲话太大。一些羞羞的话是没法讲出来，只能打出来的。嗯。这种东西没害羞啊，是吧？是吧？ 咱就是说，你有1米8，好吧？过来找我，我出那个飞票，好吧？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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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吗？微信加上，微信加上。那必须的。这倒没有，你现在立马把腿躺了，再接根骨头。必须的，必须的。要是一米，过来找我，你没有一米八，我就把你给宰，我就把你给宰了。哎，真的是，天干。有、哦、你放心，谢谢谢谢微微送的彩虹小汽车，谢谢。那必须的呀，微信先加上来，兄弟主动一点啊，发你微信号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的爱爱情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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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我操，空中开山那呀，啥呀？这二号你怎么发了呀？二号，二号也想呀。我知道队友。二号也想全哥可飞呀。我也想飞，张爱杰飞，咱俩竞争一下。可以的。这给我整的游戏都不会打了。哦，谢谢微微的两架彩虹小汽车。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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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别！哪年？换着，应该是换着。留意的家伙，好吧 ，OK 呀、啊、，OK。前面好像有人。哎，空投空投空投，铁板走铁板就走，来人呐来人呐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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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轮胎被修了，右边打的，我给你换个子弹，我子弹还没加上呢。嗯嗯，还在点还在点，你才没有在点，我没背影，别下车，走吧下车去，走，干他，换个车干他去。什么吃都是，我还没加呢，我没加呢。没车，这是什么车啊？没车，这边找吧。我没有吃东西，你要加吗？加看看他朋友圈，那我来小号加一下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嗯，当然有辆吉普车，吉普车带跑，有车有人。不吃，我加，加了给你们看了，加了给你们看。我遮挡一下啊，遮挡一下。哎，防区，哎，有人，这里应该有人是吧？是我看错了吧？我看了闪了一下，我下一个看看。不用。你脚步，我看那个东西什么闪过，可能是我眼花了，最近有点花。吃什么能瞑目吗，兄弟？给我推荐推荐。吃那个蛇胆。蛇胆。吃生的蛇胆。
对，吃生的，要吃生的。那我还得抓只蛇喽。对对对，那必须的呀，蛇胆肯定只有蛇身上才有啊。你不 OK 啊？申请了。今晚我就上山，好吧，兄弟，我现在 OK 啊 ，OK 啊。那必须的呀，我是学医的，我都是，我都是有根据的。人还没同意呢。那有什么什么什么万能的解毒解蛇毒的药丸吗？万一我被蛇咬了一口。解蛇毒的药丸，那这个。或者，如果我被蛇咬了，我嘬一下那伤口，把那血嘬出来，我会有事吗？那不行的，那你就找个凉快的地方躺上吧。这么严重吗？对对对，不能做了，不能做了，不能做了。做你也得死呀！你没有看过那个科教频道吗？你直接躺在凉快的地方就行了。那我怎么办？你没有看到那些电视剧里面演的吗？啊！表妹被蛇咬了，表哥帮忙吸毒，让表妹没事让表哥嗝屁了。是啊，你没看过那些电视剧吗？是这方面打的吗？不是吧？是这样打回来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打应该有枪标啊。对，刚刚枪标都没有的，不能打。走个头吧。哟，坏了，等会儿啊，稍等，我东西落这儿了，我这少点什么东西。东西呢？哎，我冲锋枪快挂呢。这把连个人都没看到。我连个人机都没看到。我也是啊。他带我们完美的避开了所有的敌人。这把火力没好吧，打后面的能吃个 B 不掉 KD 好吧，真的。能吃个鸡屁股差不多。哎，桥下有车。我有狗弹，你捡吧。哦，有狗弹。地上还有三级弹。狗弹你们不要吗？捡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警报吼！吓死我了。桥底下有老六啊。没有。不知道有没有这。这车怎么停下去的？我操！反正这车停了就肯定有。哎，真有老牛呀！真穷！啊，七段那叫气吧。给你来，给你41，丢地上了。嗯。走吧。但是就两梭子，32发备弹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带我回去再摸一下这个。你还想摸红铜呢？没点着子弹。没子弹，房子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有人。带围墙，他挂机了好像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他是不是在挂在这里挂机挂一个月了？不是吧？落地就好像搁那挂着吧。没人打他，头盔都没有。人机都没打他了吗？哎，山上有车开下来了。开始出来了，金马下来了，停了。我看到了。停了啊。
跳楼去了。没想到。哎呦我操！虚惊六九。二楼有一个。二楼那边，二楼那边。嗯。右边二楼。没雷。一个窗口。我没雷呢。哎，没人进去。谁放的鸟啊？我。丢雷了啊！丢雷了啊！山上有他队友帮他架枪的，好像。二楼。哎呦，他看到我，这个都能看到，我只看了一点点。这都大 boss， 就俩。几个呀？就两个小哥吗？还是扔火，还扔火，扔火了，扔火了。等他东西丢完了，我们就可以中了。哎，还有人。嗯。来来来，什么？真他妈有。上头。牛皮。牛。就两个吗？没了吧。就两个。有点烂的，干啥啥不行，钱包第一名，好吧。你说他队友在山上？我刚才好像看到了，不太确定。哎，动车了，山上。好了。全是33个，蛮质量、哦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个摩托的声，刚后面好像有人的，山上来救了，救了救了，神马来了，从右边开过去了，要开到主楼那边过。哎，没过吗？要干嘛去了？在主楼里。走吧，进圈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嗯。你有101啊？没有。你捡那边的是吗？对，八的。你有？嗯，我以为你有101呢，真帅呀！给我擦一下去。你们开一下那个车。来嘛，搞车嘛。来 ，OK 啊，走。走走走走走。这啥车？这蹦蹦啊？你有毒吧，大宝贝儿？咱就是说，好吧。他们有金马呀，他们有金马呀，他们有金马呀，有金马。我开的是他们的车，你个呆子。哦，你有毒吧？你是脑壳没转醒吗？是。
冲着你给我们三个人留辆蹦子。这是男的打的我，别往那边翻，别往那边翻，直接建议。前方有危险！哎呦，我服了，人在哪呀？我靠！我他妈人在哪呀？我靠！我他妈服了呀！我封烟，我封烟。我也没看到有人。我操！根本就看不到人，好吗？我在哪打的都不知道，他们刚下车就是不见人影在哪。怎么这么多雷呀、啊？轰炸区啊！这么多烟雾，轰炸个区个屁呀、啊！这么多烟，这么多烟，他不……我怎么直接被雷死了我的？我觉得人在轰炸区，有点违常了。真的真的服了，看不到他们人在哪。我操！这个老六了。哦，我操！死了吗？死了。人都没看到，我也没看到人。幸好咱们说是吧，虽然菜了点，但是我的烟弹，嗯，进去进去，快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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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到他了，嗯，啊？为啥呀？为啥呀？被毒死呢？哎，那个树那里有一个，对，哎，等一下吧，你先拉我行吗？就那棵树正面那棵树，他应该在。我操！他被偷了，怎么摸到一个？走吧，走快，走快，走快，走，走，那好。来直接在这儿救，他的平地干到了，兄弟兄弟，等一下我先打个药，哎，我救，我先打个药，我怕等一下别人直接来打我，压过来了这边，前方有危险，死了，要不我来，他走了，走吧，他进厕所了，我想给他扔个雷进去，哎，啊，这个什么呢？他去厕所了，哈，红烟呢？红烟呢？红烟呢？进圈毒人了，后面那个好像没死，他跑了，然后这边一个人都没有趴。哎，别动！别搞！我说你别动，不要动，不要挨着我。空投，先走空投，好吧？哎，有击杀！我靠！哦，也不是，不是，这个枪很厉害的。两颗烟呢？怎么说？我没烟了，我没烟。没子弹，兄弟，你这换子弹咋
我操，牛逼！牛，真的吗？这里怎么还有烟啊？就后面杀了你，哎，他怎么不走啊？他怎么不走啊？他啊，那好吧，那不打了，那我走。他怎么不走啊？他自己说了要走的，那我先走吧。手机拿一边去。啊？啊？怎么了？OK 啊 ，OK 啊，有麦吗？有麦吗 ？Hello， 有麦。Hello， 啊。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开盘了啊！开盘了，开盘了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你怎么打的呀？你有红酒知道了。你这打出猎的吗，兄弟？我打沙漠的。不打出猎。我感觉我本来应该沙漠，怎么还打？什么？哎，没事，好吧。鱼仔你好损啊，鱼仔。两队，两队。前方有危险。工厂，工厂有一队。没有，这个地方了。
中段。前方有危险。这个三加二，这个想砸脸，这个三加二。一号一号，你清点一队，三加二一队。他根本没枪，我操！完。他要掉人了。你多狠呀！能从出阳台跑回来吗？啊，没枪。弄死两个，前方有危险。这楼有一个，前方有危险。二楼，发雷干嘛？边境的有一个，扣起来了，他妈的！刚才跑回来了。嗯，右手边有一个，一楼楼梯卡楼梯呢，很残很残，一枪就死那种。大哥的草率了，想跳过去直接秒他的吧，出来了。打他两枪。没有药了。还有一堆带五。没有药。没有药，这公带没有。再摇一下吧。谢谢200金的三连粉丝卡，谢谢叔叔的三连半卡，谢谢。这配置有点惨淡。你刚才杀的人有枪吗？我杀的人，我这里有物资，好像没枪。有把大喷子，我枪。他一楼有把 UMP 没捡，我操，捡了把大喷子了，就追我了。到一条街了，金标、啊。前方有危险。南方金标。摸过来了，看到了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又去一个。你再标一下吧。平房，前方有危险！一枪死，一枪死！前方有四血。打好药。前方有危险。二楼。我操趴这儿呢，没事，你搁这儿挂着吧，他补不掉你，我给你封个烟。又换房子了。哎呦，这个人这走位巨呆，我操！我操！妈楼梯，这他妈的这个顶楼趴了一个，你补了看到没，看到没，那个三层楼，对对对，好了，他妈趴顶楼没动，我操，我在二楼。
哇，被溜了。三号，你在那儿小心被左边打，左边那个三层楼有人。对，没子弹。谢谢灵犀小姐姐的狂欢大飞机，这个人完美的避开了我所有的提前枪。马上对面，楼顶车库楼顶有一个，我你妈怎么还蹲那个，就是这个逼，我就是被他这么打死。哎四个人很呆的，这四个人。雷人，这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呆了一匹，真的呆了一匹，服了我了。我就会打沙漠。袋子我也没擦掉，袋子没擦掉，说明我也是袋的，双数啊！写个照。有麦啊，行，可以分主动啊，直接开。谢谢温温小姐姐送的女巫大飞机，谢谢。谢谢林夕小姐姐的狂欢飞机，还有三连星空卡。谢谢文文小姐姐的女巫飞机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
什么什么压迫感？买鱼啊，之前看到买鱼就感觉现在有压迫感，现在没有，现在不要不要有啊，不要有，现在木乃伊烂大街了啊，人人都有了。昨天的木乃伊放了多少套出来、啊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录屏打开，看我操作。郭海峰，是你吗？是我，妹妹别怕，哥哥保护你。你好骚啊！对呀、啊，昨天木乃伊都没人买了，一直有库存。光子好会赢啊，这一波牛啊！对，我操，这一队飞得也太高了吧！走了，我操，右边有一队，右边有一队，贴了贴了。我，Gail，你怎么溜了你？先走，不一定。疯了，我也溜了，就在你这儿吧，哈哈。对对对，妈的，四个。房顶，房顶，跳上房顶。哪栋的房顶？哪栋？不漏了，你们注意点吧，应该是有一个在房顶的。刚才跳了。车库有车，我们可以走。啊？走的话可以走，不走就去干他们。去我的，然后我过了，我过了，我过了。房顶有一个，在我前面那栋，好了吗？没了。二有一个，二独栋有一个。还有一个啊，我前面房顶。前方有危险。二独栋有一个。在我前面这栋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二独栋我看到了。我调理一下这个岛了。最后一个，前方有危险。看着呢，大房吗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被我按在那个房子里了，赶紧过来压他。跳了。好，死了死了死了。木乃伊我来了。那个大狼喝药呢，是木乃伊。我在出脑中看见他了。
的不是直死的呀？直死打的人机吧。谢谢睡神，谢谢睡神送的超级无敌大飞机，谢谢，恭喜升到21级，拜拜。牛万，这么多人机，怎么不刷我这儿？让他们去一点。红的，恭喜睡神升到21级牌牌。白的，黑的。有二级侠吗？有二级侠吗？有。什么意思？给我一下。就这意思。这拳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什么拳？这叫踢踢拳。别要胡言乱语，这叫天马流星拳。还没跟刀甜甜玩呢。啊，刀医生呢？你怎么不拉他？你也想听刀医生唱歌对不对？那是你想听。你想不想听啊？哎，你想听你就拉他呀。他在线吗？嗯。刚才好像在。那刚才你不拉他，万一你不愿意呢？哼，那怎么会呀？天天念叨呢？你天天念叨，我怎么能不让你和他一起玩呢？对不对？为了我死得快点，对不对？走，掐个饭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妈的，气死！哎呦，这是 Scar。我想去见 Scar。我有两把冲锋枪。再见吧。这边怎么还有两个二级头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牛，这都被收过了。啊，这都没人收啊！我操。是不是就躺好就行？嗯，对，你躺好，让四号来。嗯，好。别怕，我有分寸。说什么玩意儿？你先稳住，我去拉个枪线。鲨鱼经典拉枪线，
我先去 N 港拉个枪线。鲨鱼是真的丑。你这么说，鲨鱼会伤心的。他会哭的。他会哭的。嗯，我就说实话嘛，确实丑了，怎么看也好看不了。像有车来的，好像。我操，这停那儿了。这是不是打过架了呀？什么情况？车还在这儿。这有车，这有车。有人，有人。中间那个。走点。算了，我不从这儿搬了。二楼阳台。有雷啊！别翻出去啊！有雷哦。哎呦，取消了。来车了，队友来了。队友直接吓跑了，对吗？你把那个十一期粉丝牌截图发给拉你进五级群的那个号。平原弓还在打，操！漏了，哪儿啊？我操！标记了一处地点，非常的惨，无敌惨。嗯，我不去呀。阳厨房楼。二楼，一枪，三楼也有，我操。我没被禁，我操！给你个三倍，快！这个比三层楼也有一个围墙，围墙那儿打的，漏了个很小的头。往后跑呢，在。哇，这个人是真的恶心。倒了，走。围墙倒了吧？嗯嗯。那我们顶围墙吧。我顶上了一下。没了，真是的。
吃个饭，吃个饭。我靠！我的妈呀！哦，这逼还想干啥？操！倒了吗？倒了，倒了。人机啊，嗯，这个楼前方有危险。他我、哦、他好扔好多雷啊！我也给你扔一个，炸到了，还少一个，你们跟我一个，应该没了，应该在五个一楼、哎。楼顶的人去哪里了？没人救，应该没了。这车好，这车好。是把我的名字改了。前方有危险，那房区有车，金马，楼顶出发了，楼顶，哇，两个，这边怎么都能看到我们呀？等一下，我能掐雷，我能掐雷了啊！你可得快点。哎，这雷直接预判我呀！我操，牛皮！我在阳台啊！你操，这逼真能炸呀！一楼，楼顶应该能打。马上。都给跑那边去了，炸残了，小菜逼，现在你们是三打一啊？哦，三打二。哇，这有个跳了啊！对啊，跳下我就一个。一号。哇！一号怎么还在外面呢？帮你加枪呢。我在救人呢。你被他给影响了，再说了，
还说了，妹妹，别舔了，小心哦。我没舔。上饭啊，吃饭吃饭。走了吗？他们？没有。石头那儿三辆车，死没死啊？没死吧？我丢，都是盒子。怎么了？死完了？谢谢401汤圆送的办卡。哈哈，好像死完了。我操！谁打的呀？吃完的，吃完的。哎呀，刚刚雷死了，可能大家最后一个了。这不行。我玩吧。什么设置什么？倒杯茶，喝喝吧。手搓小眼睛丢脸。我会呀，但是不怎么用啊。减肥茶吗？不是，枸杞茶。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枸杞红枣桂圆茶。那啥，大宝贝儿，你单色去吧。大补啊，大补啊！哎，我就不，我就看你打完。哎，你是不是想喝刀医生甜蜜双排呢？哎呦！溜了，这出门温奶家了。哎，我就看你打完好吧。嗯。我们来车了，妹妹。看你怎么死的。行了吗？哎，怎么自爆了？前面防区是吧？把陀螺仪调成开气儿设置，然后陀螺仪都调成零，留下第三人称不开心的陀螺仪丢雷就可以用小小。第三人称不开气儿的陀螺仪丢雷就可以用小眼睛调成九度。哇，这里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不可以，不可以。
哎，你离四川近吗，妹妹？我是河北的。那河北离北京近啊，好像是吧？对呀，我就在北京。啊，你就在北京啊？在陶鲁班。哇，我，嗯。四号也是北京的，这么巧？那么巧吗？嗯。你看我在昌平。这不得加个微信啊？没有，在朝阳。哦，那不巧不巧。在这儿发一个。房顶，房顶，这个人好像个大虫子。啊，好像个呆子。嗯，好像个大虫子。哎、没事没事，有蛋哥哥在啊，有蛋哥哥在保护你，没事，鲁班，不要慌不要慌。你怕鲁班？嗯，你缺北京男朋友吗，鲁班？我也嗯，缺一个，缺一个，缺一个。四，你看四号什么样？四号。你他妈想让我死是不是？啊，大宝贝，四号老猛了，跟你讲，玩游戏又厉害，长得又帅。哎，帮他天线搭桥呢，这。是我笑的，是 W 蛋笑的。不敢不敢，有点过于嚣张了，刚才。他就在上面。哎，那你是在北京上学吗？还是工作呀？嗯，我在北京工作了。还听过做什么检查？检查是 W 蛋带着蛋蛋板去医院做产检。你坐我那边，你换个位，坐我那边。好。你一打三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相信你蛋哥哥。你得帮帮我，你得帮帮我。可以帮你挨打几下，他在扔雷呢。哦，我操，给我炸飞了！我操，有雷，看见了。你看，你蛋哥哥多猛，都不用你动啊，他自己来。嗯，确实。我觉得后背发凉啊。那有人在背后戳我一样。谨言慎行，我看行。开车压一圈吧。你开车早了，你在那趴着呢。先压一圈，来上车压一圈吧。应该就在这边趴着。在左边。左下，左下左边上。树后面。OK， 还有一个，他们同伙的。这机让他爬一会儿，让他爬到队友身边，没油了，我去。我有油，我加油。你为什么刚才不加呢？刚才我着急看人呀。可以了。好的。哎，在这儿。十七了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看。哎呀。多猛啊，这！
我杀了15个，哇塞！我零杀。没事儿，有你当哥哥在就行。这不得加个微信？哎，没头像了。嗯？不打了吧你们？我们不打了。不打了，但是可以加好友，下次一起啊，对吧？你加了一个当哥哥，他会同意的啊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好呀，好的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哎。扫码啊，兄弟们，下饭下饭，来炒菜，上锅。把锅给我端上来。相遇固执，一步一句是相识，天榜第一名，台下就像是哟，陈哥，陈哥少着了，吃饭了吗兄弟们？没吃的话啊，没吃的话我来做。结账了吗？W 蛋杀15个，我杀9个，那个兄弟杀8个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有没有兄弟记得呢？刚才回放看不了，回放。内存满了，刚才没有录着。杀3个，那就是单数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设置来着，灵敏度，陀螺仪是吧？先设置成开镜开启陀螺仪，开镜开启，灵敏度，全部拉到0是吧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开火灵，开火那个呢？开火要留着吗？要留一个第三人称的嘛，是吧？开火的也得调吗？跳啊！这么大一个机场，竟然没人跳。
动不了啊，怎么动不了啊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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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开火的是不是要关了呀？是留哪一个？留了一个开火的，还是留哪一个？没明白你的意思。可以，开火，陀螺仪灵敏度是全关，牛镜头陀螺仪第三人称不开心，调到200。啊，这就明白了吗？开火全关吗？我操，躲一下，躲一下。还是动不了。200，动不了啊。动不了啊，不行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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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
刚才航线是怎么样来着？我给忘了。会不会他们都跳N岗了？有和平营地吗？没有。干嘛了这是？堵个墙啊这是？有人。我就给他补了。陀螺仪是这样，要拿起来晃，不是他的意思是不用拿起来晃都可以，都可以那啥。你队友你都不救啊！你真的是绝了！我操，大哥，人救在你脸上，你都不带救一下吗？我绝学子，我操！他怎么给我打死的？我都躲在树后面去了，他还是给我打死了。服了，我操，真服了！这些什么人呀、啊？这是。我大哥都躲树后了，还是打死。原来是我没动平板，不是我这样，不是我架着玩，我怎么动啊？你不是，不是你不知道我是架着玩的吗？不是我是架着玩了，你让我用陀螺仪用显眼睛。再来一句啊，再来一句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对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，我还以为真的可以不用陀螺仪都可以拉小眼睛呢。不来了吗？不来我就退了啊。那就退吧。失去的梦下一位，下一位。鱼仔，
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不打这个天气，这个天气看着晃眼睛。哇，我去，好卡，好卡！我感觉我得去改一下那个平板帧率了，这不改这太卡了，那个、玩起来太卡了呀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改120会不会被封，这个我就也不知道了。有很多主播这都已经改了大半年了，别人给你远程的30块钱，哦，还收钱呢，是不是淘宝的？这些鱼仔送的紫水晶卡。他是不是还要下载一个软件什么的？两队啊，都落五高了，他们怎么这么喜欢落五高呢？有一个飞过来了，这些干嘛？我要枪啊！我这马枪好吧？老马，我这里有物资。跳下来了，什么鬼？隔壁楼梯又一个。全到了，过去补人头去。三个都倒了，来，
死了一个。我脚底下还有个倒地的，留着他，等他最后一个队友来了。美滋滋呀，一个人头都没放过，真好，全被我找到了。躲这儿呢，他要不动的话我都看不到他，他动了一下。没有红点，八个人杀了五个，还行还行。嗯，好像是要下载一个什么数据包来着。是淘宝上面去找的吗？30块，开个间位。不是淘宝的，现在很多人都改了个120帧的。120帧玩起来确实丝滑，但是你散热要跟得上，太烫了，玩120。脚步。
是他队友吗？这个山上的，填个包。烧到了，真穷！我操！哦，还好我起来的快啊，不然一狙给我去到头我就没了。哦，这把命是真大呀，这把。这儿居的大苍蝇那个给他宰了。嗯，然后趁山上那个还在呢。他那个好像在底儿上，哦，他在搁这儿，在搁这顶上趴着呢。两个地的，不知道还有没有。
求生欲有点强啊，可能还有人。这满满的求生欲，就这个人刚才用大盘鸡叉给我打死了。那个狙还在，我就不信他不下来了。守着他，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社会的残忍。盯着那个车，只要那个车一动，我们就可以开车过去了。我现在好像是看不到他人的。跑毒的吗？他那地方也没有高达可以做的，毒死一个，什么意思？毒死了？不应该吗？他是不是在里面卡 bug 然后出不来了呀？算了算了，不出来就算了，走吧。加桶油，这个圈我去，这个三层楼有意思，可能有些人都过桥了，然后这个圈刷回来。袜子，你在胡言乱语，你是不是在胡言乱语？高架上面，不管他。前面有个特斯拉，空投应该是被他捡的。然后前面防区三层楼楼顶有一个，应该是他队友。
不漏了。等个机会给他秒了，然后我们直接开车顶过去。他是不是有多动症呀？我怀疑他有多动症。那个人动个不停，这边看看，那边看看，会玩。好的，成功的暴露了自己，一枪没打中。三个老壳，刚才我看到了，这个人好像有大狙。你好头铁啊，他怎么这么头铁啊？这个楼不好吃啊，不太好打。漏了。给我，你扔得过来吗？他有想法，他想压，好像想压过来。他有点不该有的想法。我们换个位置。想个办法把这个三层楼都给它放了。你盯着我干嘛呀？你盯着三层楼都打呗。讨死你个大猴。斜坡好像还摸人呢，在呢，你这不就给我机会吗？你就是那个破绽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，没油了。我这他喵的多尴尬呀，这。
哇操！他妈穿越还给我打死了！哇，这怎么没油了呀？我就露了一下，这他妈穿越给我打了，你运气是真的好你。万万没想到，顶到脸上的时候没油了，牛啊牛啊，真牛啊！灰将，伤有多深呐？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劝你别做痴心人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能听漠河舞厅吗？我说一说啊，漠河舞厅。有点那么恐怖呢，怎么有点瘆人？一个人想和我贴脸，右边有三个，我们一队的应该是。老马给枪，老马。好了，他掉下去了。我操！你他妈要贴我的脸呀！
集装箱好干净呀。赶紧往前收一收。等下他们压过来了我就没了。三个人呢，差一个，哎呦，什么枪啊，这么猛，差点给我带走了。